专访完，我做通过 DNA 亲子鉴定，这个表示一定知道我亲生查某囝是谁，所以才我都摕到采样骗过所有的人。所以我即马暂时明下个硬断的，我一定要先想办法，为遐查到查某囝的路。伊刚真正失智症发作，当然嘛是真实的，伊连我哦拢认袂出来安尼。而且哦，伊阁甲我当作周永琪哦。伊伫个啥物情形下，熊熊失智症发作的？伊就一直骂我，而且哦，阁怪我讲是安怎要欺骗伊。而且你敢知影，伊阁逼我讲哦，爱家己亲生查某囝是啥讲出来哦。那恁你安怎回答伊？我当然无可能家己讲这个秘密啦。伊就讲哦，伊要甲我抬死，害我哦喘一个啊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算落来伊就开始失智啊，所以我唔才平安无代志。安尼听起来，我感觉搁较可以。啊，你是伫怀疑啥啊？老周当伊失智症发作，真有可能是为着要骗你，伊才要借着这个机会暗中去调查伊的查某囝是啥物人。爸，你哪在这啊？永琪，你的外套啦！你最早出门哦，你无扎，你安尼哦会感冒嘞，紧穿起。爸，我的手机啊无电了嘞，啊，你的手机啊借我一个好不好？多谢。哎，你安怎啦？我考上理工头卡。无啦，我无弄你是你来弄我的。我你安尼弄我嘛是会疼呢。哦，又真啰嗦嘞！我物件老涂跤，你怎嘛要老背？我身躯无带钱啊，啊，无我找我查某囝，我叫伊背你。无啦，我无要走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足有钱的啦。啊，不过我即马身躯都无扎钱，所以我找我查某囝来，伊唔才有通陪你。哦，你先卖走吼，我的物件，我考虑出来，好好捡起来。来，你们进来呀！我你为什么进来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这种菜给我写都要够啦！我也还没认识嘛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讲我害伊物件落地拖卡，啊叫我赔，我无钱赔。伊就足生气的，阿伯来，哎，为着一个烤肉串，你还收偌济钱啊？啊，你去有死大人，你敢有想过超过？看是偌济钱，我给你啦 ，take it，take it 啦 ，take it， 走啦！阿伯，咱来等啦。哦。我在家，咱来等。阿伯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即马打电话给永成哥，请伊哦带你回去处理。多谢你，唔免。我家己知影安怎等伊做。你毋是失智症也起来啊？我的病情控制了也袂歹，无你拄则看到遮尔严重。你拄则咧搬向我看，你又搁咧创治我？哎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是搬伊无毋对，啊毋过我毋是搬予你看，因为我完全想袂到。你会出现伫个拄只迄个所在？那呢？你是扮用啥物人看？环环。哈？
伊毋是我的查某囝，伊无枪。无即摆你安尼鬼鬼祟祟，是咧看啥？我哪有啊？我听着开门声，廖尊讲是爸回来。你讲爸是甲朋友约要食饭，即摆拢遮尼晏咧，搁安尼无消无息，敢会足奇怪啊？我卡爸的电话，你爸爸内底手机也是安怎会响？对啊，现在你袂接电话，我看。你们救我的爸爸啦！真正是爸的电话。爸的电话是安怎会伫你啊？爸人呢？我唔知啦。你哪可能会唔知？哈？爸，爸，爸，哦，爸，你总算回来啊！你敢知影？哦，我烦恼呢啊！这这这，嗯。奶茶，真正足歹势啦！啊，火烧厝这件代志，我一定无好好甲你回家洗的。奶茶，啊，虽然讲之前已经讲过啊，啊，不过我真心阁甲你回家洗的。之前阮妈事实，阮是好意，绝对毋是要推卸责任，请你谅解。啊，你是安怎拢袂晓讲话？我想要讲啥？讲啥？回死你啊！即摆代志你惹出来呢哈，敢若无你的代志共款，规个好阿兄奶茶回家死你。我已经向伊回信过啊啦，是伊家己不爱接受的啦。你莫阁逼环环啦。其实后来我有去病院查过，我妈的过身跟伊的火灾无直接关系。后来我嘛有想过，这真有可能是阮妈的命。奶茶，那安尼咱敢会当继续做好朋友？当然应该。对啦。我明仔载要参加捐赠骨髓干细胞的活动，你敢要做伙去？其实我甲永琪啊，阮做早进前都已经登记是自愿的骨髓捐赠者啦。所以就要返还你啊。奶茶，你阁真有礼貌嘞！当然啊，收集血样本了后，就要建档比对。检视这个工课足顶级，嘛足辛苦的，当然要好好尊重因啦。是啦是啦，啊你这么有礼貌，迄针堵落去哦，应该袂这么疼。因足专业的，一点仔拢袂疼。你稍等，要去倒位？要问一下，我会当徛好倒摆载你去哦。你拢唔知影这几天哦，我抽几啊间的血啊呢？拄则很上尴尬，头壳戆戆，规个人哦足不爽快。那安尼哦，你就坐伫遐遮，莫有白走，好好休困哈。免，我即摆伫个病院哦，我是感觉人迄愈来愈不爽快啊，我看归去啊。我是回去厝休困较好啦。搁再讲啦，我即摆身份哦，正了照过着，根本哦无适合做啥物学倒摆啦。我看我等一下哦，去查客人家回去好啊。
阿伯，欢欢要为病院回去啊。这下啊，甄嬛嬛亲戚。是啥？韵如姐，跟接电话啦！是啥？你啊，敢是我？嬛嬛，你怎么啦？爱跟谁吵架？我，我的宝宝啦，又跟我烧啊啦！阿爸，阿爸病你敢准备好啊？哎，嬛嬛啊，你若是安尼闲闲无代志吼，较常等于看一下囡仔。我有啊。有，偌久之前的代志啊！我伫个路会拄到嘉龙，伊有带着囡仔，讲你真久无等去看宝宝啊，连关心的电话你又无卡一通啊。虽然讲即摆你甲嘉龙已经分居啊，嘛袂当将囡仔都放下伊咧带啊。你安尼是哪做人的妈妈的哈？嬛嬛，啊你这咧讲，你因为宝宝哥咧发烧伫个烦恼？免哪有啦。囡仔真健康呢啊！伊搁抓着我紧紧看呢。嬛嬛啊，我即马你是安怎？爱讲白贼这个形，你搁举起来是不是？我无，我什么时阵哦讲宝宝发烧的啊？勇气，我看是你家己听唔到啊。明明就有，爸嘛有听到啊，爸对不？无讲白贼啦！永琪，你今仔足乖，爸爸等来啊，带你去公园佚佗。爸，我这是永琪，伊是嬛嬛啦。你那边安尼暗条条，你是毋是做啥物歹代志，惊人知？我毋捌你啊。爸，你看我，我是永琪啊。好啦，妹，口罩挂起吼，我甲爸讲就好啊。爸，永琪感冒啦，好休困，所以今仔我再来陪伊啦，好不好？永成，哎，你连咪要自考啊？你也唔认真去读书，你在讲啥话？我，永琪，啊感冒爱叫医生看，爸爸带你去，哈。我无啊。既然安尼，你先陪爸去病院啦，先莫甲伊说。对，带爸去病院。好啦，爸，我陪你去病院啊。哥，即马是要安怎啦？敢若嬛嬛陪爸，我袂放心。我爱失智症一几工啊，那一定安尼行起来啊。